郑妮老师，我是新北市长荣国小的徐旭瑞老师，我是大丰国小的凯琳老师。与其说印象深刻，我觉得倒不如说深受感动，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场有大概15位的老师，现场的老师，那我觉得大家都有备而来耶。虽然说大家是来培训，可是其实我从他们身上学到非常多现场的经验。那很感动的是，大家对于这个新科技使用在教学上，大家都运用得很好，而且都有实际的帮助到现场的孩子。不止我啦，现场每个老师应该都收获很多。透过大家的那个分享，我们都可以看到，原来教学是可以这么不一样的。那今天让我最感动的是，我可以看到他们肯站出来，然后把他们学习的东西，然后分享给大家。整个培训的过程其实内容是非常的扎实，那同时也看到我们新北市的老师的热情跟活力，把呢学习霸在实际教学现场的东西呢带到我们这边来，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聚会。科技辅助学习已经是一个未来的趋势，那只要肯踏出这一步，那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更好更棒。希望各位老师呢可以带着您现场的经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各位老师勇敢地跨出你的步伐来参加我们学习霸核心种子教师的研习，相信你一定能够收获满满的回去哦。